哎呀妈，这话你干啥去？旅游去。旅游你给我儿子背上干啥呀？你这不省劲儿吗？让你抱着他多累挺啊！你就瞅咱这袋子装他，板针立针的，能结实吗？还能结实吗？来，儿子，展示来。来看看姐姐们啊，马上要出去旅游去了，或者平时你健身做瑜伽啥的啊，你把这小兜你给我拍回去，25.8给你安排明班的。这小兜啊，全部都是防水面料，而且它这是加大的啊，底下还能拉伸，然后后面这个位置啊，像有行李箱的，直接还能挂在这上，老实用了。看这里面啊，我装了多少件衣服，老能装，老能装了。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、四件、五件、六件、七件、八件、九件，底下打开以后啊，给你们看，哎呦我去，还能多出来13厘米，还带加长的，姐妹们啊，就这个小黑色啊，你一定得拍回去，老好看了。咱就不说别的，日常咱家有孩子，装点孩子的奶瓶子、奶粉，就是带孩子出去玩啥的，你就背个它，当一个妈妈包都能用啊。而且你看，老好看了，姐妹，特别休闲啊，质量真的超级无敌好，给你们看一眼这个细节啊。真的，20多块钱咱买啥去呀，姐姐们，给你们挂在小黄车了，赶紧去拍去吧。